我们演这个行动剧呢，希望能够保持原状，哈，因为我们这个家人哈，拢是一个底层社会哈，啊，咱希望呢，演行动剧呢，来跟政府来有一个正当的诉求，希望他们能够保持原状哈。来，第一幕赖以为生哈，阿公阿婆哈，你这个光复路已经哈多少八十栋啊哈。这间祖厝是因祖先留予伊的，啊，伊做馒头为生哈，啊，迄、那个景贺教授，哎，对啊，每天早上都有各种来排队买他的馒头来。进来买哦，进来买哦，好吃的馒头，好吃的馒头，我拢卖到八十年，感谢买八十两啊，多谢多谢，哦，八十两，买八十两，哦，这奥利桑，这奥利桑买三十两。哦，生意有够好，我做到八十年啊，对不对？感谢您，感谢您，感谢您哦，进来买哦，进来买哦，嘿，进来买啊！阿哥来买麦芒，阿哥来买麦芒，来啊！嘿，哥来买麦芒，嘿。我拢一世人啊，拢咧卖馒头尔，好啊，啊，写足辛苦的，拢五角银砌起来厝，哈。啊，现在真正哦，这个政府哦，为着要扩宽你的道路，讲好者，所以哈、哦，来哦，吃麦的买馒头啊，买馒头哈、啊。哦，生意有够好啊，卖了啊呢，有够好，有够好，来好。今仔卖几千？哦，不拿班哦，哎，卖歹对，卖歹。好，来第一幕诶，好了，第二幕，三代同堂来一个阿公啊。今仔伊八十岁生囡仔，你晓得？阿公八十岁生囡吼，啊伊这吼，伊祖孙满堂吼，啊大家拢足欢喜的。今仔阿公吼，伊就说讲，叫伊莫做馒头，莫生囡，好好啊来休息。因囝吼，甲因孙吼，要加两个来甲阿公庆祝生日来。阿孙啊，哎，来来来，哦，你讲阿公今仔生囡。今仔阿公生囡好。阿公今仔生囝吼，啊，迄个伊个啦，伊八十岁啦，来，今仔阿公的生囝吼，咱大家祝他生日快乐，来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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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来讲哈，因为阿公哈，介欢喜。因为咱政府呢，吼、哦，要甲因拆厝，吼、哦，来迄、那个，有啥物政府未来？我即马来哈、哦，我是迄个政府官员哈、哦。来，我来讲吼，恁家吼着咯哈，吼、哦，哎咯，阿公歹势是嘞，你今仔生囝吼，但是我甲你讲，伊这是政府的都市计划吼，啊，遮吼拢要吼，拢要做一个迄、那个。商业区，所以家人一定爱拆厝哈，歹势吼，爱甲恁拆厝。袂使敢听，啊袂使敢听，阮做可怜的啊，袂使敢听，袂使敢听，啊袂使敢听，袂使敢听啦，袂使敢听啦，啊袂使敢听啦，阮做可怜的呢，袂使敢听啦。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。哎呦。真的啦，大家来救我啦！袂使讲听啦，袂使讲听。我们祖先的祖先，祖先的祖先，袂使讲听啦！袂使讲听。我们祖先老的厝。这是我想我的，我不想讲听，我是要叫去吃的。你马上替我想看卖，我要吃啥，要用啥？啊！我是要哪去迄落？我不要哪求是我的生活，我厝顶头顶面就是大人下口有囡仔饲的，啊！我不要哪？啥？我
啊，阮的囝，阮的是大人的，爱食饭的，爱生活的，啊，你会有啊，孩子愈多，看袂你嘛知影，你会有啊，食高头人高尽头。啊，安尼要安那迄落生存的，生活安那生存？啊，你，你来了社会公益是做？啊，今仔是即嘛当日专需要头先栽培，这是未来国家，啥物长照2.0啊，啥物？什么社会福利啊？我这个是囡仔栽培囡仔以后哪有前途？咱的国家跟社会是要安怎靠什么人？我当地开钱，当地开国家社会栽培阮的囡仔，恁竟然啊叫阮搬搬拆阮的厝，我无法度安居乐业，我是要安怎生活？啊，国家未来希望伫底？咱的政府吼，拢讲爱公平正义，啥会叫公平正义？对阮家，讲阮家较弱势，阮家拢真正是这无路用吗？但咱讲阮安尼子，我嘛是屏东市民，屏东县民，倒咯，大家看好，你也看好，大家拢接看，一定开啊足好势。请看麦啊，这不是关山勾结吗？为什么要把我们强迫拆迁？对不对？啊路一定这大条，这拆咯。拆厝必得咯，太过分了吧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我要安怎？我嘛不爱做小的运动呢。啊，你这个，我咧这厝咧，一间厝的地带，地够不相关的，地要半间厝。啊，伊讲讲伊已经不爱做管的啊。啊，我请阿官话讲，啊，无你就嘛，你啊讲知影讲这个，迄个地点要介绍偌济？我讲无要趁钱，我无，不是讲阮趁得有限呢，迄是真正足无公平。做一个，哎，有法度做生意的，有法度生存的，无顾甲以后，唔知要安怎迄落，子孙唔知要安怎生存，要安怎迄落，伊拢无替阮的百姓想一个，啊，讲啊，我要甲听要用，安尼敢无理由？足济无理的所在啦，比如这个建平路，伊拓宽甲足整齐，拓宽到尾仔十，结果要拓宽，讲要干呐拓宽地。在那个车头铁路局车站这边面，哦，啊一边就要开拓，安尼就变变自行的迄个路段，啊唔就时常发生车祸，啊什么代志拢无要听百姓讲。如果是以他目前的都市，他们给我们都市计划的那个案件来设计来处理的话，建民路它歪斜的很严重。到时候歪斜的时候会撞到这个车子，但是如果正房子，但是如果说它是以民国40-50年的那个中心点设计的话，它道路是建民路道是直的，就不会有歪斜的情况，也可以保持用路人的安全。抗议六一更改道路，抗议六一更改道路，抗议粗暴违宪违法，抗议粗暴违。手拆我家，抗议快手快手拆我家，我们要争取维持现状，我们要争取维持现状，请政府保持原状，请政府保持原状，我们要争取保持原状，我们要争取保持原状。